五十。哇，都是打小人的。小人的钱都变成我的钱，好运来，打倒老小人，打倒老小人，打倒衰你，小人走好运你，打你个小人，打你个有钱冇钱，打你个小人眼，打你眼花花头晕啊，打你个小人嘴，如果你系埋人啦，唔好咁多嘴啊吓，亦都冇乱讲说话啦吓，你个小人啦，教训下你啊吓。谢谢，他叫金师傅，应该是没有念错。他人真的很好，而且我刚刚在旁边，我真的被两个阿尚给我推销到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小生气，因为他完全都没有听我在讲什么。我一直跟他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拍摄影片，先等一下。然后他就一直说来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要拍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，一直叫我坐下，一直叫我坐下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叫我坐下。我们都还没有瞧好，然后他就一直叫我坐下。后来我们就是。我觉得就缘分嘛，我们就想说好，那这样子，旁边一直两三个一直围过来，不同家围过来一直吵，好，我们想说那不然我们去旁边好了，结果就遇上这一个金师傅，他完全都没有在那边一直跟我们讲一堆有的没的，先了解我们要干嘛，然后他才跟我们说哦，那他们那边他们的价格，对啊，价格都是透明化的，就是五十，反正后来刚刚我们遇到这个师傅，哇，他整个流程，哇。那个拍起来的画面感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。樱花猪扒，你没有点，没有点啊！啊一套啊！我、哦、这我、哦、这一套，我这样一套加饮料18块，好便宜哦！嗯，这很便宜耶！嗯396哦，接近400块，谢谢。
叉烧哎、欸欸，有观众跟我说来香港要吃叉烧哎、欸，哇塞，看起来好像很屌。屁呀、啊，你要搜寻？要搜寻是不是？上次我们去吃了一间，花了1000多块就有超难吃的。哦，那就不行，那皮很硬，根本咬不下。就是你吃烧鹅，它肉是硬的，哦，咬不下去。来哦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华富道。这边呢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寻奇的一个地方，本来呢要去一间学校，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行程太赶了，刚才打完小人之后，如果没有先去吃个东西，我们直接去到那边的话可能会饿到晕倒啊，然后因为也要坐蛮久的，要一个多小时吧，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先把这个行程往前挪。对，这边呢是它有一个地方，有很多神像，非常多神像，那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传闻。哦，当初也是因为听说那边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情，哦，然后甚至乱葬岗啊什么的，那开始那边就会放一些神明，算是镇住的地方还是什么。那随着时间久了，开始陆陆续续越来越多人把神明，哦，落难的啊之类的往那边放。对，那就越来越多，就形成了那一个奇观，但也因为那样子，那里就有一个很神秘的色彩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去那边看一下。哎，有中坛元帅。嗯，他这边都还有在点啊。对啊，都还有在，都还有人在来拜啊。从这里上去吗？离开的地方哎。对啊。真妙。走原路啊！你是让人家知道我们多渴望。第二间放假，乌龙茶我们泡，第二间放假。不要买太多哦，你买太多，都很难拿哎。明天还要带出门，还要去红那些的。看去了，哇，这么多点，10块，那个超辣。老板，你看这个，多少钱啊？2天23.9，好贵啊！哇，这太贵，要10块。哎呀，24你要乘以台币，对啊，很贵。对啊，100多块。你说你来用不到吗？什么东西？用不到，用不到。哎，那个东西这里很贵。贵吗？贵吗？118。138。嗯，对，这里也是400多块。那是台湾的价格，台湾就是138，它这边变成港币，厉害。我只能说 skr。 Let's go。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, feel like it's gonna be a bad day. Yeah, I'm tired of shit, and the coffee ain't hit yet, damn ain't that great. I don't wanna go to work, cause my boss is a jerk, and I'm not even that paid.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, cause I don't feel alive, and there'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.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. I'm about to quit my job, cash in for a ticket. I'm going on a trip.